家里后，想起当年宫廷之事，怎不叫人痛恨也？人在外面，行在家，
买菜孝敬老妈妈，洗澡带碗泡炖两条腿，为的是油盐柴米酱醋茶。哎，买青菜萝卜大脚胡子黄瓜，哎呦，说着说着都多了吧？娘啊，娘啊！哎呀，你回来了哈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哎呀，你忘了回来很早，为何今天到这时候才回来呀？哈！哦，娘啊，你老人家不知道啊，儿今儿正在街上买菜，路过衙门口，这就是人山人海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有老的，有瘦的，有高的，有矮的，有胖的，有瘦的，今朝是人挤人，人撞人，人碰人啊！阿仁啊，为何今天衙门前这样热闹啊？哦，大家正在看一场大高事。大高事？哎，阿仁啊，娘来问你，告示上讲是什么？那国事上说个，哎，说什么大宋的罗皇帝，哎，已经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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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儿子啊，莫非老王崩家了？哎，对了，崩家嘛，崩家就是死了，死了。淌眼泪，是孤男爹哟！阿让啊，为娘的心情，你哪里知道啊？老王他是一个子主，
娘不得不问，我来问你，老王的弟何病而死了？娘啊，他是做皇子的，穿得乱乱的，吃得饱饱的，住在锦纶宝殿上，风不吹，雨不打，他哪过来的病呢？他是一学嘛，就死的了。一笑而终。哎，娘啊，说起来你老人家还不相信呢，听说有这么个帖子跟罗皇见面，父子相认，罗皇子铁心固动，就这么一学斗场子一来疯，他就送了终了。哎呀，你说太子他是哪一宫太子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哪一宫？哦，听说是什么年轻宫八大王，哦，八贤王的儿子，叫什么傅元太子。傅元太子，他现在更醉了，罗皇帝死他就等级即位，现在这个号就是大宋仁宗皇帝。啊啊啊啊
情奇妙，我说是一是朝廷之事，你老人家因何执着呢？你真是送作出人情，突然的哟。阿让，为娘的心情，你哪里知道我？娘啊，知道也是穷，不知道嘛也是穷。我们何必是磨坊里的小分，已经定了底了。娘啊，还收钱呢，到后头喝粥喝粥。哎，出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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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王奉四旗，抓去教丁其动物杀，这是什么魔风？啊，大人，这叫罗毛风。你怎知他叫罗毛风？罗毛风，罗毛风，从门上路定于凶，是住荒郊野外，定有歹人，瞒不管赵我红。他一向多嘴，就是不该。好，赵虎听得了，在。老夫在城隍庙等你，命你将那罗毛风抓来见我。阿珍大人。怪恨赵虎，一向多嘴，惹祸烧身。村落冒风，叫我到哪里去不到？到哪里去不寻？罗冒风啊！好的，就是你！你不要走，我不是来了吗？你不要逃啊！你去我啊！走！咦，还没添加钱呢！走啊！有请大人。嗯，特。了，小人已将罗毛风拿到了。怎么拿到了？这区区小事，俺赵虎是手到不轻呐，将他带了上堂。啊，哎，大人唤你。咦，他没有古城呢。走啊。好跪下。哎，胡儿，你没钱的还要跪下来的？哎呦，上网络去嘛。大胆罗毛风啊！什么辣麻风大麻风啊，我姓范，叫范仲华，我买的是芹菜萝卜葱。萝卜葱啊，大人，刚从菜店头吃来的，又肥又嫩，呱呱叫，呱呱叫啊！罗毛风，萝卜葱，硬通字，不通这脏活。在，听见呐？叫你做夫不劝让，不跪啊，想不落手啊个！应何将卖菜之人拿来？小人喊罗毛风，是他自己前来。阿大爷，你说话可要凭良心啊！你说一起哟，一起哟，我才跟你来的。你好了好了，范仲华无罪，下堂去吧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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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大爷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嗯，回来。范仲华，老夫失方于你，因何唉声叹气，愁眉苦脸？小人有下情。讲。是。尊生老矣，你在上，试听小人说短腔。眼看过了总饭时，我一旦素菜未开张。韭菜故事就泛黄，大酒黄瓜就难不尝，
猴子没把掉贪苦水，我拿什么回去孝敬娘？不误一等不要紧，不能让他老人家误得肚皮寒脏背脊凉，头骨把我抓上堂，你又是冤枉白冤枉。哦，范中华原来是个小子，老夫子里玩两文银，赏你回家孝母去吧。大人，小人从不要无名之财，你还是拿点青菜，还是拿点萝卜。哎，这是大人赏给你的。退堂。啊。阿大爷，阿大爷，你落在那个脸上啊，怎么黑黢黢的？阿大爷，你要大人姓什么叫什么？我回去告诉我家母亲啊。我家大人姓包，叫包拯呢。啊！原来他就是包大人啊，怪不得大街小巷个个称他是包青天。阿大爷，真是了不起，了不起，了不起啊！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阿大爷，我们再会了。
娘啊，你罗兰家怎么想得起来说的？而范仲华在陈州地界，一不偷，二不拿，人穷，穷的恩人。娘啊，这个银子嘛，不是偷的。啊，不是偷的，是从哪里来的呀？说起来话就长了。而今我正在街上卖菜，会议来了个当差的，大呼小叫，把人喊到城隍庙，一到庙堂就叫孩儿跪倒。为何叫你跪倒？啊，听说大人要拿出卖个烂磨坊，我喊你是萝卜虫，阿大爷稀里糊涂就把我抓上了堂。幸亏老爷是个清官，讲而释放，死而即起，总犯此一过，不能让妈妈在家挨饿。老爷心好，就赏了我二两银子回家孝母，就是个银子，就是这个银子哎、啊。倒是一位清官，阿、啊、爷、嗯，他是哪一家大臣？是是这位大人啊，他就是奉旨出京来到陈州，一在供酒，二在掌官，现在城隍庙摆下供堂，小雨不兴，有缘的深渊，有仇的报仇。阿扎，他姓什么叫什么啊？他姓薄叫薄臣。就是那小宝儿，人家都长了胡子嘞，萝卜萝卜嘞。我的
头一头的冷汗啊！哦，娘啊，我搀你去告状。且慢，为娘的愿望未必兑现，还是吾儿前去叫包大人请来喊了，替为娘伸冤。娘啊，俗话说得好，小小衙门朝南开，要你无钱没进来。相见落一还难呢，你怎么能叫人家包大人请来还要替你伸冤呢？阿郎不去就是不孝。娘啊，不收不起哎，你这不是叫小小的指点恩王石头上撞吗？人家不得了。他郎不来就为不忠。嘿，娘啊，你老人家可不能乱说个。我啊，不必害怕，如果保证动乱与儿无关，你就说为娘讲的，他既是庆功为民伸冤，叫他不要助教，不行到此。娘啊，总有为娘我。哎呦喂，有你们不懂。快去。哦，好，来，主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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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日执着奉了母命去把状告奉何处告我看啊。走，哈哈，到了城隍庙了。不要紧，我一个好朋友阿大爷跟他商量商量看看能够不能够。哎，阿大爷，阿大爷，范仲华儿子前来谋反。阿大爷，我不是想引子的，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胡说。阿大爷，我想。哎，快讲。我想。阿大爷，我想告状，告状，毛在我身上了，有请大人升堂，升堂。哎，我把他名了，我名是动我呢。台上叫冤人，叫冤人上堂。哎呦喂，不要动啊！小人范仲华，叩见大老爷。范仲华，你有什么冤枉？哎呦喂，我不得冤枉哎！没有冤枉，上堂之事。哦，小人的母亲有冤枉，他状告何人？他状告无能不孝。都，大胆范仲华，定是你在家不孝你母，故而告你，而可知罪？大人。我是勾勾点点，我胡编的。他过的嘛，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不是过的无畏。哦，如此将你母亲接上堂来告状。哦，大人，小人的母亲双目失明，他是。哦，原来是个枯木。来人，有。北丁小轿将他母亲接上堂来告状。包大人，小人的母亲还说
有伯大人请到寒窑替他赐浴。哦，哎，老夫乃朝廷命官，岂能亲自登门受状？这不是我说的，是小人你母亲说的。她说我要是不来，就是不休；你要是不去，就是……哎呦，娘！就是不走。寒窑，此言是哪个所讲？是小人的母亲说的。她说：“我要是不来，就是不休；你要是不去，就是不走。”这一不是不走。范宗华果然是个小子。好，范宗华，在你与包摩打鸭路是，领你吧。包大人一到寒窑，叫你母亲出来告状。是。娘啊，娘啊，儿啊！哎，你去怎么讲啊？奶奶，奶奶！哦，保证他来了。奶奶，凤凰儿在，替为娘打住。是。娘啊，你老人家嘛就不要住了，我劝你出去告状来。我儿催要叫包大人请来寒窑见我。咦，娘啊，你的棚可不能欺得太足啊，人家包大人已经给了天大的面子，我就劝你出去告状来。啊，那不去就是不休，他要是不进来就是不走。哎，快去，快去。怎么样了？包大人，小人的母亲说有包大人请进寒窑替他赐浴。
长龙过来，哎，看守范宗华啊，走火过来，再来。带老平婆，二四胡人，俺保证呢，今天讲话。朝廷有令，王冠带印，武将挂刀，俺哪里是保证，分明冒充，赶快出去叫你家大人请来，还要见我。嘿，怎么样了？启禀大人，还有那只有平复一人，他言道文官大印，无剑挂刀，还有大人请客见他。
心为民伸冤屈。满说是见我故为，就是抛我乌纱，脱我蟒袍，撒头从军，我也好。为国为民，敖平坡包摩与你跪下了。疯癫之症，老臣身子清醒，不曾有什么疯癫之症。既无疯癫之症，为何对老夫这等称呼？你有什么冤枉？我冤臣害己，怕你两一位无分赃。哼，老夫日能断阳，亦能断阴，有三刀御闸，满说是土豪立身，张冠恶霸。就是冯子龙孙犯下律条，保姆也要替你伸冤报仇。你当真有此虎胆？有此虎胆？一片忠心，一片忠心，你状告何人？我告的就是那当今你怎么讲？亲家，还要赐住，听爷讲我慢慢的讲来。
花开玉家头，苍天不绝大宋后，天降紫薇第一七楼，王爷领情。他他果然是当朝龙国太，阿国太在上，曾保证参见国太，千千岁。请假平是谢国太。哎呀娘啊，你怎么就让我拨了人跪下来嘞？啊，参见小千岁。我这想活到八十岁啊。你口子他是何人？他是哪个啊？他乃是当朝龙国太啊。娘啊，怪不得你口口声声什么叶家皇啊别家，原来你就是万岁的妈妈。阿国太千岁随臣回朝，长亭等候，待老臣禀明圣上，拿住仇人替你母子伸冤发仇。朕哪是俺要敲于龙国台，殿凤将此错口喊，娘是狗胎二卖财，母子仓皇不无亲家。
中